主席、各位同仁，本席与本院委员蒋乃馨、李桂明等17人，鉴于国内具有研究所学历者失业率上升到 3.27%， 超越了具有专科学历者的失业率 3.15%， 并与整体失业率下降之趋势相较，具有研究所学历的失业率却不降反升，凸显国内高学历人力与产业之间的学用落差问题。参考德国二元制职业教育之精神，政府应扮演更积极的整合平台之角色，依据产业发展评估人力需求，并确保学校学术与效能训练能确实符合产业所需。原提案建请行政院应积极整合相关部会，建立整合平台，以规划国家整体人力政策，缩小学用落差。